前几天你第一次在海外庆生，心情是什么样的？喜欢进口小哥哥这个昵称吗？男粉丝和女粉丝同时掉进水里，你会先救谁？粉丝听到都会跟着忍不住唱起来的歌是哪一首？演唱会时出现突发状况应该怎样应对？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你最怕的动物是什么？如果外星人要把你抓走，你只能带一样东西，你会选择什么？ WiFi。 平时不工作的时候，休闲娱乐的方式是什么？哼唱一首你喜欢的中文歌。